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学员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。好，我们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呢，是第三册第28卷第799页。好，第799页的上面哈，这里我们讲第五行哈。譬如比丘，这里就做了一个譬喻啊，说贪求者不得供养，无所贪求则无所法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贪求啊，尤其是比丘啊，出家众本来就是要怎样，要脱钵啊，那脱钵呢要依序的去脱钵，不能去选择哦，这间较大间，食较好，我来家拖。哇，这间较差，我不要，我跳过去再找下一个。一种贪求的心反而怎样，拖不到钵，不得供养。贪求者不得供养，哦，也就是说我们，哦，好像就为自己，很自私自己的心，反而拖不到钵。哦。反而是什么无所贪求，因为出家啊，跟随着佛陀来学习佛法，是不是就是要降低我们贪求的心啊？这个能够降低无所贪求的话呢，是不是才能够与法相应啊？也才是如法的与法相应。这个如法有没有？我们昨天其实也讲。佛弟子不仅在这个国家社会要合法，不要违法之外，是不是还要如法？何谓如法呢？就是要与法相应，要与因缘法相应，尤其更核心的讲是与因缘法相应。我只能随缘尽分，我拖得到拖不到，说实在也是我的福报因缘啊。我不能去贪求我今天一定要拖什么回来哦，我好好的吃他一顿。你这么一想，正好出去大概都拖不到钵了。因为你起了一个什么与法相违的心，不如法的心，反而会拖不到。那要无所贪求，少欲知足，知足常乐。如果我们少欲知足，拖什么我就吃什么了，是不是就自在的多了？而不是我先设定好我一定要有什么，那不一定有哦，不一定有哈。那无所贪求是因为它比较如法，与法相应的话呢，我们常讲忧道不忧贫，有没有？所谓的道，何谓道呢？我们从凡夫要见到位，有没有？我们其实来学佛也是在学道，那个道是什么？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理的现象。先有真理的道路，是不是才能够验证真理的现象？那个叫做见到位，有没有？再上去是不是叫修到位啊？如何到见到位？是不是在见解上一定要能够断惑，断见惑，是不是才能够到见到位？所以呢，忧道不忧贫啊。如果我与道相应的话，其实就不会有所乏少，与法相应，自然能够感召与法相应的众生。那要如何与法相应？是要有所求还是无所求的心呢？反而是无所求的心，有求必苦啊！要无所求，无所求，不是因为无所求，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要做，不是哦。什么叫无所求的心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，叫做无所求无所住的心。我们的心一直在生哦，我们的心的升起没有间断过，我们第七世的心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一直在维持我的生命现象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啊，在那个心念上会不断在生灭生灭生灭啊，不是我第六世想要它要不要生灭，而是第七世自然影响我们第六世心念的生灭。所以
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哈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因为我们的求都求在收获的果报。果报怎么来啊？是不是从因缘来的？因加缘才能和合出果报嘛。我们如果在因缘上没去下功夫，我们空想要果报，我们是不是等于空想果报啊？没有种种子怎么可能开花结果啊？那是不是痴心梦想啊？那是没有用的哦。所以佛法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都是在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才叫修行嘛。要先修正我们的观念，才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无所贪求反而怎样？无所乏少，有所贪求反而不得供养。哦，这是一个譬喻。还有呢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。我们的心若分别取向，则不得实法。啊，不得实法故，就不能通达一切众生的心心所法。哦，所以在最下面哈，那个第四十三的注脚有没有如何通达一切？如果我们一直用分别的心取向分别，是不是就不得实法，不能通达？反而要无分别的心，才能够得实法而通达一切。实法才可能通达一切，因为真理的现象是不是尽虚空界啊？哦，好，我们回到上面来哈。若不取相，无所分别，则得什么实法？得实法故，能通达知一切众生心心所法，无所挂碍啊。好。那么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，这里就叫做一切智。这个一切智是什么智啊？叫做根本无分别智。一切智会通达一切，所以菩萨就是用一切智把它当种子。叫做道种智。把这个一切智拿来当道种，去遍布给更多的众生，对不对？然后才成就佛陀的一切什么种智，或者叫做一切智智。这是不是才通达一切，才能够周遍？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，也是我们超凡入圣的关键嘛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这个点是因为什么？菩提心开始的。于是我们的菩提心，我们能够有菩提心啊，这个也要有我们的什么？我们这辈子会有生得智。每个人的生得智不一样高低，跟过去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哦。福报因缘智慧资粮可以流转，是不是可以流转过来？哦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得智不大一样，高低不一样，没有关系。上面还有一个加行智嘛，我们是不是都要透过加行？世世的加行一直到这边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从初分别，是不是要进入细分别啊？我们的初分别，分别在什么？
现象上，我们都习惯用相，我们都在相有上，如何细分别？这个是在什么？就是在讲因缘法。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果报？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个而已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我们的长相叫正报，对不对？我的依报也是我的报，都是果报了。但是它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从因缘来的？有因加上缘才有什么果报啊？我们看到果报的现象，要回头去知道它是从因缘法来的，才可能细分别。所以常说，从铁杵磨成绣花针，绣花针再磨磨磨磨到怎样，连针都没了，但是它还有粉末。那我们假设这个粉末就是平等平等，其实我们修行的功课非常重要，就是平等的心。从我们非常自私自利的心，越自私是不是越不平等？什么叫修行？就是让我们自私的心慢慢变平等，慢慢的变平等，到成佛究竟的平等。其实这个，所以为什么说是高度的问题？因为我爬得越高，看的现象是不是越平等啊？也因为平等才会极静哦。这里就是涅槃极静，涅槃的相。为什么极静？因为平等而极静。我们因为不平等才不极静。我们是不是经常愤愤不平啊？抱怨本身平吗？不平才抱怨啊，不平则鸣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平，太多的不平是什么？是不是都在初分别里头啊？那是没意义的哦，而且容易往下掉。透过细分别，透过性空，所以我们说转迷起悟嘛，要去理解因缘法，那是智慧的泉源。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开智慧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有的居士说：“师父，师父帮我开智慧。”我说：“拿个棍子，砰，咚，打下去就开智慧吗？不是打头啊，是打开我们的心，从心去认识。”认识这个世界，不是只靠肉眼，不是道听途说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要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？尤其是因缘，尤其是因缘，透过因缘才可能上去。所以这个是真理的道路，然后真理的现象，验证到真理的现象。只要有一点真理的现象，足以让我们个人解脱。所以先证涅槃，而后解脱。初果证涅槃，四果能得解脱。是心量小的话，我个人解脱。菩萨道呢？啊，菩萨道的这个习性就是怎样？无后道修补，我自己能解脱，我为什么不去帮助众生解脱？菩萨道还是用涅槃的本质去怎样去扩大？去帮助更多的人解脱。所以解脱是佛教不共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哦，它可以不断地向上提升哦，乃至到成佛。所以成佛不是佛陀不是单一不变主宰一切的，佛陀反而是怎样呢？只要循着他哦修行的道路，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啊？佛陀是依法在修行，根据真理法则来修行。所以纵然缘觉，后面也会提到，所谓的缘觉就是辟支佛嘛，是不是也是因缘的觉悟啊？他生在没有佛
陀的世界，佛陀没有佛陀的时代，他一样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就种了这样子的善根因缘，一样可以解脱。所以我们的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因缘。如果我们只懂得现象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去执着现象，执着现象就会往下掉，透过因缘就有机会向上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那波瑞是不是专门在讲因缘法？啊，其实波瑞就是专门在讲因缘法。哦，所以呢，在因缘法上，就是要能够不取相，要离相啊，离相上的执着，要无所分别。那这个无所分别不是现象上的无所分别，哦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这个叫无分别吗？不是哦，那个是初分别。现象都是初分别，这个无根本无分别智，那个是已经到圣者的境界。那是要不断不断的去除我们的分别心的自信妄执啊，这都是在解决自信妄执，所以叫性空嘛。那个空是不是就在破我们的自信妄执？那个自信就是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性，这个是唯有波瑞系上面定义上面自信就是这个定义，跟真常系的定义不一样哦。真常系我们平常哦也有自信，也有佛性，哦也有叫心性，它反而定义的没这么清楚，反正都属于心性这个部分叫做佛性。哦，他们是认为哦，就说以真常为心系，认为这个是有，而且是我们本有的，那是不是还是落入有端点的单一不变？因为单一不变的东西我们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呢，要去除这个反而难呢，要去除这种依赖反而困难，那要相当慧根哦，要相当的智慧才可能接受，不然我们一直都是一种依赖的心嘛，一定要依一个什么东西，而且最好都不要变的哦。这个本有的，我本来就具有这样子的一颗摩尼宝珠，我们听的是不是比较安心啊？这个对初学者很好用，哦，对初学者很好用，但是不要执着在这样子的一个点上，你就很难上去。哦，所以当然我们小学有小学的学法，到中学到大学，越学那个都不是标准答案了哦。越是小学是不是那个都是标准答案，都是老师说怎样啊，老师说的最有效，对不对？对小学生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效的，可能也不大有效。为什么？因为资讯太发达了。我们小学我们小时候都是哦，只要老师说我们就奉为圣旨，那这是学习的过程哦。我们说越学越哦，就越接受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声音嘛，那个视野是不是才能够广阔一些啊？哦，好，所以这里说若不取相无所分别则得实法。什么叫实法？就是涅槃的境界，就是我们圣者的境界，叫做诸法实相。也因为得实法故，才能够通达啊，才能够通达之一切众生心心所法无所挂碍。为什么无所挂碍？缘起性空，因为性空才能够无所挂碍，没有那个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性，所以叫做无有知者无有见者。我们今天听一整天下来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有知者无有见者，这样的。因为我们的知跟见是性空的，不是否定那个现象，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所知所见是不是各有不同，还是一模一样？是不是各有不同？它是不可得的，得不出一个标准答案来了。这样的理解，那个叫做无有知者无有见者。因为透过无，也是让我们去除什么执着，才不会烦恼，才不会挂碍。
不然我们老挂碍。我如果是一个知者，我永远都要当一个知者啊，实际上可不可能这样子啊？我们的知也是有限的知啊，而且我们的知会不会起起伏伏啊？会不会？会耶。哦，尤其年纪大了，哎，这个有点失智的状态也，是不是也会差别，也会差啊？所以要当我们还清楚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多学一点啊？嗯，这都是智慧资粮，都是可以放。所以我们的知见它不是固定不动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叫做无有知者，无有见者。有没有知者见者的相？有，有我相，但是佛陀告诉我们无我，是不是无我才是根本之道？因为我是性空的，这个我是千变万化的我，是一直在老化中的我，乃至到死亡，是不是都还是我？所以叫做无我，这样能不能接受？哦，所以要去接受否定式的符号才是困难的。否定式的符号在讲因缘还是在讲果报？讲因缘，透过因缘才能够无所挂碍。我们都挂碍在现象上，不信我们自己想想看，我挂碍什么？就挂碍我的色身能不能很健康，我的家人能不能很幸福，我的事业能不能很发达，是不是都在现象上？因为在相上才会挂碍。如果是因缘，因缘我们就不知道要怎样去执着了，因为因缘是很抽象的，我们不理解就不懂得挂碍了。那其实越理解因缘的话，其实越不会挂碍，是因为这一切因缘都是动态的，其实都在随我们来排列组合的。我们只能怎样？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这是耕耘因缘法的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精神，也是菩萨道的精神。菩萨道是不是都无所求的心啊？他才可能通彻一切，他才可能去利益所有众生吗？哦，所以一切众生的心所法，心所法也是诸法实相啊，才可能通达一切，而不是在我们有限的知见当中。哦，所以他反而是怎样？是不去不住，心是不去不住，这个很像什么哈？讲到一个蜡烛，哦，讲到比方我们这里有一根蜡烛，我把火点着了，哦，有火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段时间这个火就怎样就灭了，哦，于是就有人问，这个火从哪里来？它怎么来的？它怎么生成的？是从哪里来？等到它消失了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火去哪里了？我们从现象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想？它好像是来到这里，然后消失了，就好像去到哪里去了。如果我们用来去的现象想得通，想不通啊，没办法想。为什么有火？因为因缘和合而有火，因为因缘离散而消失。这样是不是就简单了？啊，这是因缘啊。虽然有一个蜡烛，不表示它一定有火，哎，还要有人去点那个火，还要有打火机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要去把它点燃，啊，它可能烧烧烧烧到，哎，蜡烛没了，火也会消失，那也是因缘的离散，或者一阵风，哇，一下子那个火是不是消失了？一阵风来也是让火的因缘灭掉。这样理解吗？这个叫做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离散而灭。有没有来去啊？不是现象的来去。希望这个譬喻能够帮助我们想，人也是这样，哎，哦，人也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想说，未生我之前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这过去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疑问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我们说未生我之前我是谁啊？我是上辈子的我嘛，是不是？
我从哪里？我从上辈子来的。我死往哪里去？我去下一辈子。上辈子缘灭之后，我这辈子缘生。我这辈子是不是也会缘灭？然后我下辈子又会缘生。而且这个的缘生缘灭哈，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死的缘生缘灭，全部纳入全自动化。第七世，第七世会负责帮我们缘生。久了之后，它自然会缘灭。第七世又会帮助我们去缘生。我们没办法去跟第七世商量，哎，说不要缘生，那要有修行的功夫。那是要第六世来告诉第七世。第七世唯有我们自己能有机会教育他。我们完全不懂第七世的时候，他就只管缘生，然后我们就只管去接受缘灭的苦，就这样。所以那个第七世他有很强烈的缘生的特质，是因为他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刹那刹那间他一直在工作，从来没停过。睡觉无梦也照样工作，哎，前六世都可以休息哦。我们的前六世可以休息哦，它是可以间断的。第七世从来没间断过，乃至死亡它也没间断，它还要负责下辈子的生。所以第七世的习性是非常严重的。第八世里面的种子也有第七世杂染过的习性在里头。所以第三道欧生奇劫，众人第七世的肉已经没有，他的习气是不是还在？那个就是第七世的杂染后的种子，它是杂染的种子，要把它出清，还要把它出清存货，才能够完全清净污染啊。哦，属于具身性的都在七八两世里头，它都有习气，都有习性。哦，所以不仅要漏尽，还要习尽才成佛哎。哦，好，我们的习气哈，我们的漏跟习啊，说实在都因为执着。好，那以波瑞系它很简单，它就叫自性妄执。唯识系因为它纵向，它就切得很细密，有生之年的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，还有我具身性的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，是不是起码有四大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切割，合起来叫做自性妄执，啊，这个就很像原始佛教讲的三法印：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这是从现象上来说，合起来就叫做性空，一个实相印。这样理解吗？在原则性上它简单，但是不容易通达。那是一个观念，那个，但是一旦能够通达哦，那真的一通就乐，那叫通乐。要理解空性，理解空性就比较挂碍少一点，就不会看啊，那叫什么牵肠挂肚，哎，越知道性空哦。越放下执着，正确的理解乃至我实际的去实践，它就会越来越自在，是因为它的高度不同了，它的世界越来越平等了。哦，好，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无所挂碍，有没有？因为性空而无所挂碍，因为性空而通达一切嘛，透过性空才可能通达一切啊。所以我们说都要如法，叫做如如如如智嘛。哦，就是要跟真理法则到真理现象的现前。其实我们整个的修行的道路就是跟真理合在一起的，哦，才可能通达一切哈。好，那第三啊，能悉知一切众生诸心否啊？
哦，所以这里呢就问说，一切众生诸心可得悉知否？如果能够悉知的话，那好，好，相对的好像众生有边有尽，哦，就是说是有限有量，我才可能悉知。如果我完全不知的话，哦，如果说啊这个实在没有办法，哦，完全知道的话，那又如何说欲知一切众生心所去向啊？云何佛有一切种智呢？哦，所以知跟不知是不是都不对？只要落入二边都非实法，是不是不落二边才叫实法？听懂吗？我们现在的世间法本身落入二边吗？我们是不是就在生灭当中起伏啊，在增减当中起伏，在垢净当中起伏嘛？这都非实法，只不过是我们的，哦，凡夫众生的颠倒相啊，不是诸法实相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只要是切割成两边，都是从相，是不是才能切割？如果是因缘，能切割吗？就切不了哈。就像一个人有很多的优点，也很多的缺点，能不能把优点啊，把缺点切出来放家里，然后把优点带出来啊？切割得了吗？切割不了。如果能够切割，就没有婆媳啦，没有婚姻上面的种种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那个优点缺点是不是也都是因缘法？它都不是很具体的现象，而是常常障境原生嘛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是什么状态，哦，我升起了什么心，法不孤起，障境原生啊。我们的心情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？哦，常常是受到外境影响，然后我就起了什么心，所以叫心锁嘛，有心王，有心锁，有能有锁啊。好，所以只要知道说知，把它切成悉知，或者完全切成不知，说实在，这个是不是都在现象上的切割，都非实法，反而要不落二边才叫实法。哦，好，所以这里答众生，一切众生心所法是可得悉知的。哦，可得悉知啊，佛语并不虚妄啊。哦，不虚故啊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经中里面讲，一切实语中佛最第一啊，佛陀所说的法都，哦，说的言语都是实语者，不妄语者。哦，如果不能悉知一切众生心而得其边际的话，那么佛陀何以说他悉知呢？其实因为，哦，那么就不名为一切智人，而佛语呢皆实啊，必应实有一切智人。哦，也就是说佛陀的所有的所说的话都属于实法。当然有时候佛陀为了要度化众生，哦，在实法当中也有程度上的差别。哦，比方为了要度化某一些人，其实也不能不方便善巧，那个对佛陀来讲还是实法，对众生来说了，哦，为实而固权嘛，开权是不是才能显实啊？废权而立实，那是程度上的差别，是众生程度的问题，不是佛陀不直接讲实法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为了将就众生，佛陀也要用权法来说，权巧方便，都为了要怎样，要引导众生。所以那个还是实法哦，哦，那总说呢，要能够在实法中，是不是才能够周遍一切啊？哦，也才能够周遍一切哈。好，所以第二个呢，就讲到众生无边，佛智亦无边，所以他是可以怎样能够悉知这一切的哈？因为一切种子哈，这个复次。众生虽无边，众生是无量无边，没有边际的，而一切种智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呢？哦，因为它尽虚空界嘛，
他是把一切智来拿来当道种，透过道种而遍布啊，对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份度化到啊，这个完全清净才可能尽虚空界。所以就譬如寒大盖亦大哦，那个寒跟盖下面的容器大，那个盖子是不是也要大哦？因为下面的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，所以佛陀的那个哦智慧当然也是无量无边的哦。所以智慧如果是有边，众生无边的话，那是不是就盖不住了？哎，那现在呢，今智慧及众生呢具无边故，所以如难非也啊！哦，其实都是无量无边的了，哦，都是无量无边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？哦，因为一旦讲到有边无边呢，佛陀是不是就曾把它啊，纳入十四无记啊？十四无记里面有边无边，有常无常，哦，还有有去无去，哦。的这个三四一十二再加两个合起来总共有十四个，叫做十四无记。十四无记呢是佛陀哈，对某一些众生的问法当中哈，因为他是有点来因为他执着在现象上来谈这个有边无边的话，实在是没办法说。其实要透过因缘法才能够圆满的解说，如果他能够接受因缘法的话，佛陀还是会回答。问题是他执着有相，所以就没办法回答，所以佛陀就会怎样，就先放着不回答，叫做十四无记。然后这十四就是佛陀就当作什么，就叫做智答，先割下来不答了。哦，佛陀呢在众生的情法当中有四种方式哈，一个是肯定式的回答，一个是反问的回答，还有一个就是分别的来解说，哦，第四个就是智答，就是不，就是暂且不答，哦，就如同说，如果我们去请问佛陀说，我去跟人家借钱，这个钱到底该还还是不该还？佛陀会怎么讲？当然该还啊，这是肯定的，这叫肯定的回答。反着问就说，那你认为呢，该还不该还，对不对？自己想清楚哦。你借一次不还，你下一次是不是就很难啊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借不还，是不是再借就很难？那你要考虑你后面的，所以你自己想吧。反问哦，还有呢就分别哦，你应该要还哦，万一不能还又怎么怎么样，那是不是就分别的来还哦？还有呢，最后第四个呢没办法讲，他若一直很傲板，我就是不还，或是哦，我就讲了很多他自个人的见解的时候，佛陀说啊，这嘛功美存掐，我就不答了，不回答。其实这个也等于佛陀也等于在教我们如何在处理这些问题了，这样理解吗？哦，所以有四种答法哦，有四种答法。好，所以呢这里的智答哦，是因为哦，这里就因论生论，有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论题当中呢再去想得更细一点哈，说如果有边无边皆不实哦，所以呢佛陀处处说无边哦，如众生有痴爱以来无始无边啊，那十方也是怎样这个无所边际了哈，就是说如果完全不懂，其实如果透过十法来答，怎么样答有边无边，要怎样非有边非无边，不是有边或者无边，这样理解吗？因为我们会有边跟无边的两大类哦，那透过中道不二，是不是应该非有边非无边哦？但是平常
要这么讲非常麻烦，所以佛陀啊会比较重在什么？重在无边上面。所以佛陀经常的说无边。哦，那个第下面哈，第四十四，有边无边的邪正来说，哦，如果它可能是邪见，也可能是正论。哦，邪见呢？何谓邪见？就是取细论，哦，取向细论是邪见。就像外道，外道呢，他站在取向的角度，要佛陀回答。哦，那叫取向细论，因为他坚持如此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宫美纯家，佛陀就干脆不说了，叫做智达。是针对有边无边的邪见，但是有边无边也有正论的部分哦，也有它的正论，也就是说，我不取向，我不取向的话，哦，不取向的话呢，其实佛陀无边用的多，有边用的少，哦，那无边令哦令厌生离啊，啊令厌生死了。后面会解释到了哈，还有呢，就是令生心欢喜受不杀戒得无边的福。只要我们啊，比方我不杀生，那我们是利益了多少众生？我们就少结了很多的缘恶缘呐。哦，像常与无常也是，哦，像这里的取向细论都会纳入十四无忌。十四无忌，佛陀之所以智达不达，是因为落入取向细论的邪见。哦，但是佛陀对于常与无常来说的话，也有他的正论。哦，但是佛陀多用无常，多用无常，少用什么有常？哦，少用有常。因为有常容易被误解啊，比方说真理的现象，透过另一种权巧方式，也可以说它是常法，但是不是不变的常，不是固定不变的那种常啊。真理的现象是不是无始劫以来就存在啊？而我们为什么验证不到？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自信妄执给蒙蔽了啊。我们没办法去体验体证到，是被我们自己的执着所蒙蔽了，不是真理的现象不存在哦。哦，所以说，哎，这个真理的现象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或者权巧的说，它叫做常法，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固定不变的那个常，不是。哦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入现象，很容易落入现象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有边无边，有常无常，也有什么正论的部分，但是佛陀多用无边，多用无常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是也是很善巧的在引导我们。如果真的要是实法的话，是非有常，非无常，哦。或者非有边非无边才叫做实法，才是真正的圣者的境界。哦，好，我们再回到上面来看哈。哦，论主答曰：啊，哦，所谓的邪见，为什么它叫做邪见？是因为它去向细论的缘故。啊，哦，众生无边，佛智慧也是无边，这是实法了。哦，这是实法，但是如果有人着了无边，而去取向细论的话，佛陀说，那这样子反而就是一种什么邪见，因为他会以为那个无边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那种无边，或者取啊，哦，等于是着相，着了那个无边的相，那么就是邪见哦，哦，啊，譬如世间常无常。二俱颠倒啊，两者其实都是颠倒相啊，哦，
那么会纳入，因为取向细论就会纳入什么十四难、十四无忌啊。哦，但是佛陀多以无常来度化众生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佛陀讲无常的机会很多啊？哦，因为在现象上它是无常的，在世间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无常，但是这个都还不算是实法。哦，但是呢，这个也是佛陀啊、哦，等于是一种在实法中的一种善巧了、啊，多用什么无常来度众生，少用有常。哦，如果着了无常，如果执着无常取向细论的话呢，佛说这个这样子的无常是什么邪见的，是虚妄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不着无常，哦，不着无常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无常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、变化、变化，也可以从常与无常的世间的相对两边而进入什么诸法实相，哦，不去执着无常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知道无常。即是苦嘛，苦而知道无我，无我是不是就是一种空啊？哦，就是性空的。那能够如是的依着无常观而进入诸法空观来讲的话，也是一种什么？也是一种实。哦，是为实而怎样故全呢、啊？哦，以是故知呢？无常是入真谛中的哈、哦、来讲的话，它还是属于实法，属于世间的实法了。所以所谓的为什么会有十四难，是因为它着相取向细论的缘故，哦的因缘的关系，所以才说它是邪见。哦，其实它是不是也有正论的成分呢、啊？还是有，哦，所以这个正论无边呢，为什么会啊、哦、透过无边来说，哦，说这个苦海无边呢、啊？哦，种种是，哦，佛陀是故说无常，以名无边，有无边的众生，哈、哦，无边故呢，众生生啊，哦，众生会生厌离生死长久啊。哦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它是长长久久的，哦，是无量无边的，那就会觉得说这个，哦，所谓的声闻法是不是就是听闻佛陀，哦，讲到这个世间的无常，连生死是不是也是无常？那生死呢，它是不断的在轮回，哦，它的那个时间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恐惧害怕，而想要怎样，就会升起厌离生死的心啊，厌离生死之心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哈、啊、也举了这个一个故事哈、啊，说就像在譬如波离国啊，有一个国度里头呢，有四十位比丘，他们呢。都是行十二净行，这十二净行就是下面讲的十二种头陀恨啊，苦行啊，啊，那他来到佛陀面啊，佛所到了佛陀的这个精舍，佛陀就为他们说厌行。那如何让他们厌行呢？其实还是要从生死无常说起啊，啊，所以佛陀就问啊，他们啊这些比丘。啊，说有五恒河，哦，有五的，就是恒河它的支流有五大河汇集起来的啊，有什么兰摩那河啊、萨罗油啊、阿指罗婆提，还有摩西河，种种啊哈，他们都从各个的支流那汇到恒河来，所以呢，他们所汇流进来的这个，哦不，再从这些河。又纳入了大海，哦，又流入大海去了，哦，那请问这个当中这些河的汇流是不是非常多啊？那个水是不是很多？哦，那比丘想想，哦，这五大河所汇集流入大海的水是不是非常多啊？
那确实很多，所以他们就说甚多。佛陀呢就说，如果一个人他在一劫当中，一劫有1680万年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他做畜生时呢，屠割啊，剥刺啊，就说他不管是他当畜生，或者他对畜生的那种杀生啊，去毒啊，去屠杀他们啊，去剥皮啦，去刺杀他们啊，他们所犯的那些哦，就好像为什么会堕入畜生道，是不是也是因为有罪业的关系啊？乃至还去啊截他们的手足，斩他们的身首，如是等，他们所流出来的血啊，是不是非常之多，多过于这五大河？哎，哦，如是呢的无边大劫当中，他所受到身的啊流出来的血，是不是也是不可称计？乃至他们的啼哭的眼泪，他们饮母乳的那个水，是不是哈？那个乳是不是也非常之多啊？哦，如果在一劫当中，一个人他所积的那个谷，还大过于整座山呢、啊？哦，所以从这样子来想，是不是会知道那个时间的长久，所受到的生死之苦啊？哦，而想要怎样，就会觉得。哦，所以朱比丘闻哈、哦、听闻以后就怎样厌患世间啊，及时得道。哦，就强调在什么？因为强调在无常，强调在时间的无边，是不是就很容易去哈、哦、引发这些比丘生起了厌离生死之想，厌患什么世间？所以呢，及时得到，所以这是不是一种方便善巧？哦，虽然十法是要不落常与无常，有边无边，但是其实会比较强调在什么无边无常上面，是一种全巧的度化道，也希望他们入啊、哦，能够到达十法了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，阿弥陀佛。